好啊，大家小心啊，让开让开，唔该，唔该唔该唔该。就是你了，你令到我昨晚啰啰挛成晚，因为你是我其中一部近十年最想试的车 BAC Mono。 那今次好好彩有个朋友入了部车回来，就借给我们试，用 Formula 的技术设计机械去做一部街车，通常都没什么好结果，街车不是人揸的，是神仙揸的，再加上由市区揸到入嚟而家呢条郊区，我原本是预咗死好多次火啦，搞到大塞车啦，神憎鬼厌啦，原来又好易揸喎，我冇死过一次火，系错啲，咁但系都比我想象中好好多，咁我哋接住落嚟啦，再去试一试喺大帽山系点嘅咧。做 Mono 就是想做一架 track day car， 所以你看到它整个设计是零实用的。在我未揸车之前，我是觉得很难揸的，所以搞到我昨晚临瞓前都啰啰挛看很多资料，究竟这部车有没有什么很难揸的地方。看完我们英国 Top Gear 那时拍的东西，他们没有提过一句的。那今次揸埋上去大帽山，在这个这么顿的路，其实它都是会跳的。如果你真的想着大帽山我要做 number one， 其实这一架一定做不到的，因为它跳到你可能会方方地的，但是它过的弯和揸的感觉和短途爆发那种力量，我告诉你应该是得电单车还要是 super bike 那类才可以跟它相比的。不过揸这一类车在路面上又不是真的单纯为了快的，而是要那种感觉，特别是你没有戴头盔的时候，你试下突然加速奔到去8000转，我连四块皮都出晒嚟的，那种速度快到，凡是这种 track car 呢，基本上是很多东西可以教，那个悬挂外露晒出来，还要是推杆式的。这把车呢，其实它用了副引擎 2.5 是新的引擎来的，是去年才推出的，它有305匹。咁我而家呢一個重量馬力比呢，即係得500多公斤重嘅啫。好多6、7、8匹嘅車其實都未必有佢呢個重量馬力比，所以呢佢嘅加速呢亦都好快，廠方講係2.8秒。2.8秒呢其實佢快過曬啲480嘅啲林寶啊、麥拿倫嘅570啊，佢都快過㗎啦。2.8 係入咗殿堂級㗎啦，呢個速度嘅話揸上嚟嘅感觉就超爽，当然啦，咁样日日揸都唔系办法嘅。但系如果你话 track day car 星期日去爽一爽，真系夫复何求啊！呢个先系生命啊！真系有啲抽筋，揸到一身汗，一身油，仲有好多路面嘅污渍。因为今天走了很多很多路，我没想过一部 track day car 是可以在香港的闹市、尖沙咀、欣澳、大帽山再回沙田，走了很多很多路，塞了很多次车，我居然是这么容易处理，特别是它的 clutch。 另外就是它的低转扭力比我意料中是好的，因为它是一条快 cam 来的，其实这副引擎当我踩到7、8000转的时候，那种爆炸声在整条隧道呢会炸冧咗隧道咁样。停咗车，成个世界静晒。但系呢架车真系我会怀念嘅车嚟，因为 track day car 做到咁样嘅水平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。香港嘅车市咁闷，系应该要有下啲车嘅。既然我咁中意，我就应该攞翻份礼物走嘅。这个都几靓啊！唔知得唔得啦。